现代加庆官。现代加庆官。嘛是会喘的，相公，我爱你无条件，我爱你共心肝。咱两个死遮久啊，一直想要投胎转世，因为恁的感情非常的好，啊，不过等遮久，拢找无了交替，是要等到第当时咧。别着急，好，等下。啊？那边有一个人面有面甲，可能是要自杀，这个有希望。啊？咱先暂避看一下。真实的吗？好，先避起来。原来这么狠。稍等嘞，我等这久，总算我等到有人要自杀。来，看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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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过来，看者看者看者，准备开始呀！牛逼啊！你完怎无？夭寿哦，是去有啥物断掉啦？你不是普通人，咱哦也是莫找，来等别人好啊。哎，无喏，这不简单哦，等一堆要死的，哪有可能放恁煞？我恁祖妈这个不相信，我绝对搁要试看卖啊！啊好啊！哎呦，哎，刚刚要生啊！哎呦，那真我就跟你讲啦，这吼、喔、真正不是普通人，咱吼卖家己找麻烦，放伊煞，咱过来等别人好无？不，我有看清楚啊！哈，拄只伊身躯一灯，敢若不是对家来哦、喔？啊，是对那边来。啊，那边有啥？是，进来，咱先避开看一下，来。是是五更厝，人讲玉井是打八年，也无风就是阿达母哦。
人嘛知，跌断古早是路跌断，田中土名是田中，家里旧事是小人传。啤酒妈祖上解馨，困身五王上解灵，目沙仙公是最文明。台湾四季伊好讲经，台湾四季好讲经。大哥啊，嘿，啊这是啥？这就是超人。超人。超人啊！超人是啥？超人就是讲哦，这庄卡大家拢在布条啊，哦，啊在种条啊，哦，条超人。嘿，啊这做条啊那大长啊，嘿。遐厝脚鸟啊，拢会来食。哦。所以啊，专工做草人当食，互伊鸟啊看到啊，有主人徛伫遐，鸟就飞去别区，安尼就对。大哥。嘿。我敢若无啊戆呢。啊，无安怎哟？遮是海边、溪边，哪有田？哎呦，就对啊。啊，这做了嘛足成呢。伊面有温度呢，烧的呢。有影有影。这身真好呢，蒙着笑呢。先甲叫上，伊面哪会红啊？红到阿妈滚拢红的。少年呢？少年呢？你真正是人啦！啊，你是徛在困？无啊！我看一下人哪会徛在困？哦，安尼领导啊，唔免买蚊床。我咧定伫遮。你唔好伫咧遮，这真危险嘛！对啊，你当路顶，像个拖拉机啊，塞只鬼，你就拖拉机弄死。清掉拖拉机哦。哦，对对，你若讲人来客气，唔知去有牛车搞到未？对，安尼有性命危险嘛？拄才你讲到死，我想起来，对哇，我是要投河自尽，我是要找死啊！我来定在这，你莫打我阻挡，我要投河自尽，莫打我阻挡。等下，这位公主，人讲一只狗嫌嘛都爱性命，为什么你会想要死？你是不是爱将你的苦衷讲阮听啊？假讲是假伤心的啦，就算我讲出来，你嘛无法度替我解决啦。嗯，嘿，你拢唔知阮呢，也是正讲，都正讲呢，就是专门咧解决代志的人呢。系啊。好啦，为着我早晚都爱死，我就讲出来，互你听看卖。对，你有讲，啊，若死袂去，阮才甲你下落。大哥啊，你愈讲愈超过我，拄只讲一句就超，敢要叫伊讲苦衷呢？对啊，苦衷讲出来，咱就真正无死，咱袂使讲动啊，对不对？该安怎就无死？我是真正有苦衷的啦。什么苦衷？我就是气我家己哦。嗯。真正足无路用的，足无才调。无才调安怎？我堂堂一个男子汉，嘿，唔对，一定爱争取公平，公众要做，能好出来底过会过过好的日子。嘿。不过我呢？我到今，我用考几十几年啊咧，我说我啥物拢无考掉了。我去考试考二十几年，我啥物拢无考掉，真正足含慢的，所以我无迄个面子啊，活伫这世间。考无掉嘛，不要紧，你今日只要讲我面，我正太，我正学校我考试上歹的呢，对不对？我都未想要死。这位大哥，有所不知啦。唔，那是安尼，我足寒慢。哎，我厝内底阁一个娘仔。你有宝？是啊。不过讲到我这个宝，我就愈感觉更少。是啊。敢知影？逐工伊安尼辛辛苦苦安尼打仓卖菜来维持厝内底开销，啊我一个查甫囝呢，啥物代志拢袂晓做，我干那晓读册。厝内底我啥物拢袂当斗三工。到即马考二十几年，什么歌拢无考掉，
哦，可能想你叫你醒过，我愈想我愈喊麦，我看我规气都来去死啦！你讲，我输给死无？输给。到底嘉庆君要安怎解救，要让水鬼抓到提苏醒呢？稍等一下，请继续收看《现代嘉庆君》。现代嘉庆君。我看我规气都来去死啦！你讲，我输给死无？我输给。你就要问伊的经过，你搁甲讲有输给？你不是叫伊卖死？你搁大哥，我拄仔唱歌的声较好听，我当时变较歹听。不然不是你讲的？不是啦，卖乌白想啦。少年的，你千万唔通死。大哥，你讲你的过去给伊听，你就袂死啊！你的意思讲，你的阮较早阮某嘛，伊落白罗皮当啊饲我，对不对？你安尼我唔死，怎么抓呀？那是你本人，人即马咧讲现代。哦，你要哦要讲古装的，唔是讲时装的。我故事有几啊种的呢？哦，我古装的古装的，我较早我唔只有可能，我来老爸老母做大过死呢，对不对？我搁捡一个老母，我打死过去卖，我打死过去卖，一直卖卖卖，卖到迄个山顶呢，去撞到迄个，迄个未使讲，到今仔我唔知道这个日子，你来看。对啊，公主，你讲你考二十年、几年考袂掉，有当时啊考试嘛有考试运呐，对不？真侪人做官无一定够读册，所以你千万唔通失志，尤其你拄只讲。你厝内面还阁有一个娘仔，一直伫咧照顾你，一直伫咧期待你。你若死，放伊一个是要安怎？对啊，你阿妈你要空腔啊困。是啊。哎呀，空腔啊会安尼做诶，你茫讲袂呢。所以我唔敢去阮，我叫唔敢叫伊去阮家呢。天后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对，我阁一个娘仔。是啊。安尼我愈想愈唔甘咧。对啊。对，我若无伫遐，伊是要安怎？公主啊。啊！你要跳河，我是不是应该请教你？为什么你跳河进前会把鞋啊脱起来？就这，你是鞋要留别人前面？无啦，你看这双鞋啊，天啊，真是水！这就是我的娘仔吼，逐工咧一针一线咧提给我的啦。专门做好你的心。是啊，所以我要专门做好你后边那有核桃。伊都惊，我的娘仔都惊我穿出去了。有当时还找无，再写一个号码叫我爱人的，大概那写八十一哦，这就是我的号码。你甲你报牌啊？哎呀，你安尼讲好的呢，大好的。好啦好啦，你若总算会笑啊，鞋也穿嘞，赶紧倒转去。那呢，兄弟就此告别。哎，等下等下，哎等下等下，两位大兄，都夏天安尼打开破吼，即阵我的心情有较快活。你若是无气嫌吼。请一定来寒舍，来坐坐嘞吼。唔够，阮娘仔吼拢叫好客，请一定来阮家吼，安尼分招待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请。毛利耶！我看伊心情还袂平复，咱那是小甲顾一下。哦，对。来，带路。请。你两个应该出来啊？什么？是。迄个空腔的遐骨碌的呢？啊，台卡搁一堆呢，三四十个呢。伊讲咱两个，你叫咱两个？敢真正？伊敢看会着咱？哎，咱敢要出去？惊啥？自古以来吼，是人咧惊鬼，无迄个鬼咧惊人诶。有你出来批判一下。惊！大哥啊，你爱说你哦。说你啊！哎，你爱说你哦。我是鬼。大哥啊，你是安那大哥？你老爹叫迄种物件出来啦！啊，有人咧变鬼变怪，当然嘛爱叫伊出来看是咧创啥？啊，这就是这鬼啊！你搁咧变鬼变怪？鬼伫倒啊？鬼！
敢不是上钱？哈哈哈！那两个是鬼，嘿啊，鬼要哪会惊咯？鬼拢嘛用杯的，所以根本嘛不是鬼。对啊，恁呢？那鬼拢用粗的，用杯的。哦，来来。拍谁？拍谁？你们死啊！你都打掉啦！我穿高中的，连衫都袂晓穿。拄只头前迄两间活动是假，这届是真的。哦，你们听，你们听好势，你刚刚在背啥？这伊这些鬼也毋捌看到鬼相到。相公，假石头我甲我传出来。真正的杯，唔相信你试看卖啊！啊，我是鬼，真正啊！全部的鬼，真正啊！飞来飞去啊，然后要我惊死的啊！大哥啊，你免惊，哎，来停啊！阿娘喂，你真正太猪呢，我停就停呢。当然嘛是爱停，连迄阵嘛停。哎呦！人讲人不害我，我不害人。但连恁两个阿哥阿未做歹代志，上好是各归动物，唔准你来侵犯人。哦。公主。哎呦！带路啊！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？我那个听咧。啊，不是讲要去恁家啉茶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别去恁家。来，两位公主，这边请。请。请行啦，唔敢安怎行？哎、欸，我也唔要看鬼惊伊呢。你听啊，金星。啊，嘿，哇啊！恁都下啦，人已经走啊啦。啊？走啊？嘿啊！哎呦，那已经给走去啦。给伊走好啦，我看哦，这不是简单的任务哦，袂了一啦。袂使啦，昨天没有走，我跟你讲。安尼咁哦，一定好诶，袂当放音耍。现代加庆军，哎呦，阿达妈咧，阿囝呀，阿母啊，你哪会行头前？要吃就来看看，咱也不是咧开袂起呀，对不？哎呦，啊，像阿要共骗，啊，带来到这个山头岭尾，才要往请。你看咧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！哎，你是去看到啥啦？看到啥？你要旧旧，我当作这间厝火烧咧。不是火烧啦。啊，唔安怎啦？你，你看，几间厝，安尼是，哎呦。日来月白好，啊那雨来天通过，连厝顶都破空，这一看就知影讲哦，无钱通好补，因家的生活真艰苦，绝对三顿拢食菜补。啊，咱一家人娶来这要用请，哎呦，笑死人啦！安尼刚好。哎、欸，我嘛讲一句尔，你搁讲十外句呢？李淼啊，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啊，阮就是解救迄个书生的性命，啊伊无论安怎讲，阮是救命恩情人，一定爱厝下来啉一领茶咧，啊无来，互人无面子啊，咱小等下坐坐就好来走啊。歹势歹势，真喘吼，行路吼就较慢一寡吼。啊对啊，这个阮兜啦吼，啊，真清啊真清啊，较简单一寡，歹势，卖气焰啊，来先请坐啦。真歹坐呢，啊，要来互恁请，咱搁双手握下，啊，不然也看手。哎，啊，恁兜嘛真好坐呢，这会当坐这悬来。哇，嘿，真欢喜安尼，啥物事？别紧啦，哇，简单就好啦，哦，安尼，你搁稍等一下，啊，点咪吼，阮太太吼应该随转来，吼，没有没有，胡林都会转来。是是是。哎呦，哦，唱歌呢。转来啦，转来。Oh
头你在我的面前倒咧，要互我甲合咧。哦，看错无？伊唔捌看到这烟头啊！哦，看到我俩主动倒咧，出咧。好好在我无下手呢。对，我今日都劈落去了。哦，伊看到你的美貌啦。哦。我切切到啊。大哥，嘿，我看这是你故意的哦。无啊，我无看。人连穿长裤，你都要安尼创治。干嘛安尼咁干？不是啊，伊。你有较勇淡薄啊。因为卡准你啊，伊家来骑住个。好啦好啦，人夫人已经倒转来。是啦是啦。这你莫。嘿，这个我娘叫。哎呦，有问题啦。这水水水啊，两个实在足歹势。你问我面。啊，拄只雄雄哦，要请你来厝内底歇，要袂请问你是贵姓啊？哦，嗯，啊，伊姓啥？哦，我叫伊正啦。嘿，嘿，啊，姓啥？欸，我姓王。姓王，嘿，啊，我姓叫银啦。哦，哦，啊，你那伊那姓银，我姓金嘛。好，对对对对对。欸，我姓铜。啊，你我姓铁。阮一只铜，一只铁啦。哦，这四位都是金银铜铁，真正足罕咧有这种姓吼，伊是我的救命恩情人嘛。相公，啊，你是安那讲？因是你的救命恩情人。啊，啊，都今年哦，我阁无考掉啦，啊，我都心情敢足郁卒的，啊，一时想袂开哦，都想要去投河自尽啦。啊，好佳哉哦，拄到这两位公主，因救我的性命啦。你是哪遮尼啊戆啦？温姨啊，都是因为安尼啦，考到要二十年啊，拢无考掉的，我都真正感觉足见笑的。不要紧啦。那你看你啦。大家哦，这厝内底开销拢是你安尼打菜、卖菜、种菜，来维持咧厝内底开销。啊，本来咧幼咪咪、白泡泡的手，你看怎嘛？怎嘛变甲遮粗？你看有无？真正变甲足粗的。哇，有影咧，遐粗咧，真粗咧。哎，面安尼，这真无配合面咧，真是粗咧。银先生，嘿嘿，银先生，哎有，你叫啥名啊？你唔是讲你姓银？啊对对对，我银。你无看恁银，恁母咧甲你银啊？嘿，啥物？啥物？啊，这粗啊，我甲望看油未啊？哎，你也有较粗呢。是，伊人拢袂晓看目色。啥物？人翁伫遐，啊你三日安尼，哈？定啊收下啊收，你一日干？无啦，我好意，我也难袂安尼。啊是啦是啦，就是我。我讲。你咧唔甘伊啊做甲粗，对啊，做甲手变粗。我望一下，你安尼讲落去，我变低哥咧。对啊，你别使乌白望啊，出白啊。白啦白啦，我了解了吼。啊，今仔恁来到我厝内底吼，阮对啦。喂呀，赶紧咱穿几项菜吼，来人交代一下啊。是啊，既然你想想讲的救命恩人，安尼我紧去穿一挂这粗菜便袋来请恁啊哈。懂嘞。粗啥？粗菜便袋。我食到遮济回，也捌听伊讲粗茶淡饭，吼啊，也是迄个粗菜薄酒，唔捌听到粗菜便茶。无你的便茶是啥物便所放出来安尼？安尼叫做便茶哦、喔，啊唔免饭吗？无啦，唐小姐哦、喔，金金唐。童小姐。欸、唐小姐，你说不对啦，因为阮厝内底已经散到人民币拢无啊，所以才会讲粗菜便茶啦，歹势。恁家连米都无，是啊，哎呦，有影啦，我嘛无甲你讲，散屁屁，散到无米通啊煮，这种的早晚鬼啊都掠去死，哎呦，伊若请人，咱敢真正食会落去？啊，不过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因为今日吼，这挂菜我身体无好，卖无了，所以我真够料理菜啦。我是先去来传接，啊，你先坐，好不好？这是你卖菜卖不了要还价，啊，人拢客人卖不了的。大哥啊，这是人的生意，人讲是甜呐。是呀，嗯嗯，是啊，这菜阁足好个啦吼，生意真甜啦吼。食青菜青花啦，对啦对啦。没我来讲啦，这总讲一句啦哦，啊，无用做恁啦，啊来啦，咱转来啦。无喏，大哥啊。啊！这顿你吃会落？咱是袂用个走的。人讲好酒伫梦底，好戏伫后尾啊。嗯。要来王请也有好戏。当然有好戏咯。等下，恁迄团要来做咩？你点点看，你就知影。
那呢，王公主就多还您咯。是。掐坐，掐坐，掐坐，掐坐。王公主，好，给你传一下，好，给你传一下。小蛋呢？不然这老啊吼，嘛袂堪要伊安尼电呢。哎，若搁刮到我就歹势。嘿，伊若搁甲咱电着，咱嘛是会叽叽叫呢。啊，也是尽量卖挖过。两个时代人都叫恁讲小蛋一个是到底啥物代志哈？来讲，我出来对。哎呦，吼，你这个死囡仔嘞！你这个死囡仔嘞，夭寿啊！啊，先坐。哇，恁袂认的啊！哈？你是？哦，我哦是恁老母打我的弟仔的阿伯的囡仔的牵手。啊，伊是伊吼是恁老母打我的弟仔的囡仔的阿伯的牵手的翁。你两摆拢讲唔对咧，我唔影，你搁讲一个。啊！你讲啥？拄只雄雄无啥听清楚，你讲你是阮老母，伊是阮老母的大官的，弟仔的阿伯的迄落的牵手，敢若减两个。你搁叫较熬来讲嘛，无一定会同款的。不要紧啦，啊，我听有啦，安尼就是八公甲金宝嘛，哈。哎，对对。你搁较厉害，你安尼笑得出来。大字报一下。有啦，我想想起来对啦。以前吼阿母过亲之前有当讲过，咱有这个亲情对啦。这是八公甲金宝。原来是八公甲金宝。嘿呀嘿呀，嘿，安尼嘿。就无咧嘛，不要请四大人坐。是啊，真正无咧嘛。啊，我徛遮久，我腰会酸咧。你看我拢起一边。啊，你讲开这都亲情都对。是啦是啦。啊，所以也未晓招呼一个叫阮姊咯。阿娘，哈娘，迄人是人的亲情，既然亲情来。你哪能跟人讲人不是？这其中比你冤家啊！这是要来提钱的是吧？还是要来骗钱？那有可能？因兜这尼啊散，那我亲戚要来拐钱，绝对无可能。恁讲对？对啦，对啦。嘿，你这个少年呢？嘿，你跟我徛较过，站过去，站过去。我爱较过去，你过去，你过去。为什么？嘿，哎，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？嗯，离我远一点。你去用拍枪，是是是是是。做到今麦，我来用拍枪一摆。对对对，咱徛较边啊，人这是人的家务事啊。大哥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咱可能爱留伫遮好好啊处理一下。安尼恁知无？对你别惊啦吼。你讲啥？我别惊你。而且我对因做啦。我对恁做，看恁要安怎。我反应做遐大，你讲无听。好啦好啦，安尼该坐就坐，千万唔通离开啊！到底嘉庆君想出什么好妙计要对付水鬼呢？这两个水鬼的下场又果是？现代嘉庆君。好啦好啦，安尼该坐就坐，千万唔通离开啊！知无？是歹势吼，我都先无招呼恁吼，伊出来都有事大办吼。对，那我都啊，讲实，我讲金宝，来，徛只久哩，来，先坐车啦吼。这里，真很贵啦吼，这忝嘛吼。哦，这金宝真了足老啊嘞吼。豆豆行。你是拄只跋倒腰咧疼吗？来啦，八公斤无只坐啦。八公斤无，你爱坐大位啦，坐大位。坐大位吼，安尼唔叫腰好，你都知影吼，安尼进步啊吼，你也看。过来，你要擦一下啊。进步，你安尼有干呢？我甲你讲，因翁仔某若吸到水吼，咱就当掠狗皮啊，你知无？对吼。嘿啊。安尼变啊？哎，去捧水了，恁洗面啊。对吼。八公斤无。
你这样来啊，厝内底都无啥物通好招待恁的啦吼，不好意思。你今仔敢需要啥吼？因为哦，安尼哦，千里迢迢行路啊，热啦，想要来两桶仔水来洗面啦。洗一下面呢，吼，你大干呢，嘿，洗面吼。嘿啦嘿啦。好啦好啦，安尼，阮随落去穿，阮随落去穿。嘿啦，轻轻提啦，哎呦，啊这，哎呦，你敢真正有把握要甲这款的病吼？我看不是很简单的阿健，你放心，看我，看你哦，好好好，看你，看你，哎呦，安尼提一个迄落水饺呢，慢呐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来，阿你都转一领面巾的嘞，对嘛，瑞瑞，我小七七的，吼，规身躯干嘞，进入进入进入，哇！其实这阮出来的时代，阮的亲戚，你那台湾对是大人安尼啦。是啊。金宝，金宝今晚无消音，你当讲话啦。你老你我吹气有力气。无力，规张好好。安尼嘛是真凉啊。哎呀，天气热，惊因热着。有影啦，有影啦。凉啦，好，别讲金宝吼。哎，金宝。有个两个加胖的，你发焦无啦？哎呦，你真正当然嘛是，哪会知影伊遐巧啊？我跟你讲，即马吼，酒、烧酒、酒啊，加胖的未？加胖的未？唔是炸酒，有可能啊？酒嘛是水吼，对啊，用烧酒回啉，敢见识掉？我来，我吃下炸酒。你处理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个亲妈呐？哎，啊，我跟你讲吼。伯公哦，自细汉啊，上听你啦。你哦，细汉啊，啊，搁咧穿开脚裤的时阵，你就最爱啉烧酒哦。这伯公拢知影，对对对。穿开脚裤的时阵，你就外高啉的哦。这个啉酒的。所以伯公哦，今仔日哦，有炸一罐好酒要来请你啉啦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来来来，叫杯啊，无去提杯。啊，伊个啥？恁某叫伊去提杯，啊，若无叫伊个避雷针，避雷针，你咧我，伊个避雷针。你去揢杯啊！阿娘，因大官的亲婆叫你去揢杯啊！你较好命呢？叫你啥？避雷针。阿娘把金星雕牌了哈，就是避雷针，哪个叫你？我阿娘拍谁了？毕小姐拍谁？我童小姐，童小姐，歹势吼。老东西，心中，搁甲你介绍一个，我唔是避雷针，吼，看好清楚，我这支是天线宝宝。丢！哎，这久无看到你，阿伯公吼，真正就欢喜，啊，找到这。这水的某吼，伯公嘛替伊欢喜来。哎，等，温姨啊，温姨来紧的，都爱紧啉对无？啊，我真不叫你啉，你又搁无啉。哎，好啦，对无？那无心意。讲话吼，啊，咱就啉落去啦。系啊，就啉落去讲的，啊，啉唔错。哎，你来对石头阿妹啦。我这是要做给解药啦！会假死，我阁毋捌听过讲鬼会死。对吼，咱是鬼啊，咱未死是你紧张啥？对啦，咱都未死哩。啊唔对嘞，伊当然知影咱两个是鬼啊。嗯，对吼，伊哪会知咱是鬼哈？这对翁仔某规身躯的正气，你也想要来害人？啊，阁有嘞。坐伫遮即阵看会清楚，是天顶的紫微星君，我连知影讲爱甲你行互你屁屁尊。讲什么君啊？哎呦，我照问一下，哎，少年的啊，什么叫做紫微星君啊？啊，恁做水鬼的人完全唔知道。
紫微星君，你无法度能活伊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伊叫你听就听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会叫断走呢。伊就是当今的太子。哈、啊！来来来来来。参见太子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是人的鬼卡提。哦、是鬼的用白。好佳哉，咱即阵演啦！哎，爬过来吃哦！哎呦，爬起呀！啊！大胆水鬼！本宫已经三番两次甲恁劝解，想袂到恁竟然执迷不悟，阁要加害人类。我绝对会造请阎王，将恁拍落阿鼻地，甲互恁受苦受难。太子殿下，阮安尼做嘛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有啥物冤情，讲来。太子，我两个在世的时阵，是一对非常恩爱的翁仔某。阮透早就足骨力来起来做小兵，翁仔某就煞去袂。不是啊，水太多黏袂掉。有一天，我看阮某身体无爽快，我就予伊加困一下，无甲叫精神。我一个人出门去卖烧饼，结果我过桥，我伫过桥的时阵，迄天拄落大雨，形容一个大水，甲桥冲断去，我人就跌咧溪底，淹死啊！人来甲我通报的时阵，讲阮翁已经过身了。去予浸死！我感觉我人生当中，我连我嘛是活袂落去，所以我嘛跳落水内面死死去啊！原来是安尼，奇怪，一人甲鬼的个性奈差遮济啊！伊做人的时阵遮尼啊纯洁，你看伊拄只讲甲强要哭，真是令人感动啊！阿姆哥，我因为要做伙投胎转世，所以就要做伙掠狗体。阿姆哥爱做伙掠着两个人的机会真无简单，啊，大概要掠狗体，我又够软心，所以阮就一直无法度投胎转世。阮拢一直咧考虑讲，啊，若甲因掠狗体了，因死去嘛，像阮翁仔某安尼，所以阮就拢做袂落去。太子。请你原谅阮好不好？哦，这鬼算有良心呢，算良心放走骨碌队的队。哎，我哪有听人咧蹭片的声？哎哎，阿娘是你咧考试无？啊？你里面个欠花姨啊？我听伊来的。在阮老母积极做做，拢领现金。啊，无恁哭哭，去领着钱票，我偌水。人真正因两个，哎，这个作为，互恁阿娘有感动的。好，
既然我阿娘受你的感动，那呢，我就烧一份的素文，奏请圣皇，予恁两位伫个身躯边做代志，恁想安怎？你都听无？伊是用牙边啊做代志。太子的意思要写素文，烧予地藏王菩萨，经过迄个圣王爷。恁安尼这么好心，啊，在伊烧这文的时阵吼，恁就回归本位，去恁阴世的所在。但是吼，一定要秉着恁的初衷，唔通去掠高铁，而且反倒转，你都要保护遐去溪仔边洗衫、撩水过溪、坐船过水的人，互因平平安安无代志。人讲鬼的成妖，妖的成神，神就是对这来。无哪有一句话讲水鬼的生性哦？恁两个阿公阿母在世感情这么好，死了要搁牵烧我，你都听我的苦劝，等到太子爹们若烧了，绝对吼，迄个圣王爷伊会望开一面，互恁搁定去出世，有这个机会，后出世搁做阿公阿母安尼听有无？感谢。看你靠干呢，我知影你有觉悟，唔免说多些，赶紧用鬼形离开啊！啊好啊，孔锵老师搞错了。好了，阿娘，你目屎好擦擦嘞，你爱念咪哭念咪笑，你的人生也真精彩呀！我非常的伤心。好了，来，王公主，你拄则有看到一对翁仔某，吼，因已经放过恁一条线咯，所以从今以后，恁来好好啊珍惜恁的性命。是啊，人生有幸会当亲眼亲目睭看到太子，真正是吼。非常的光荣，以后我嘛会拍拼读书，求取公平，好我对待我的家哦。真是嘞，是，安尼真好，大哥余庙啊，咱今仔又搁做一件好事咯。对对，这阵做到上好。所以赶紧来去游台湾呐。行，请。